之于不完美，陪着你去面对是非和琐碎，喜悦和伤悲，缘分不断拉扯而迂回，人群潮水。你好，赵先生。你好，老太太。这只手上好像缺点什么，就等你说下去呢。晚安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老婆了。好保险，我什么都买。爱情如此奇妙，你让眼前所有变美好。知道了，我现在过来。解释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总不能不认这个儿子吧？当然可以认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要回来？是，但请你以后不要再利用我了。我那是不想让你经历我以前受过的苦。陈化吉、陈化峰处处压我们一头，我们在玉瑶走到哪儿都低着陈家一头。为什么？西风有我的一份，我只是想把属于我的那份拿回来。我想让你在玉瑶当做人上人。别演了，我就是还想利用我帮你对付陈家。现在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刘尚严肃骗着我合伙开狱警，看我现在拿不下季风，要釜底抽薪，现在逼着我要把陈化吉的那古董瓷拿回来。没关系，现在连你也这么说，大不了把命赔给他们。去吧，回去睡觉去吧。进去。今天老头在家，明天老头不在家，后天老头从我脖子里出来。啊。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就你过生日那天，是不是做那桌？喂。啊？你刚说什么？你看什么呢？一直。啊。客户找我订了个瓶子，这图片太糊了，帮我找。嗯？这不是之前跟小满那只有点像吗？但你这图片不清楚，看不到细节。现在客户越来越难满足了。
不管了，吃饭。快吃吧。过两天，要不要把我姐叫出来？我们请她吃个饭吧。你不是比较介意吗？她毕竟是我姐，也是你最好的朋友。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总得跟她分享。真的？嗯，宝宝开心最重要了。谢谢老公。我一会儿就去约小曼。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嗯，没事。谢谢老张，谢谢。陈大师，嗯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曼曼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嗯，地窑是就这么大，你要躲到哪里去呀？没躲，我你得躲得开呀。不是，就算你一个人不来，我也会抓着你从头到脚的，我们要检查一遍的。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哼，你心脏又不舒服了？没有不舒服。不是马上要和你出国旅游吗？检查一个身体，好让你放心。放心？你喊着我陪你一起来，我才会真的放心。你不是忙吗？张大夫怎么说？张大夫说没事啊，不就来回一个星期吗？只要不发生心绞痛之类的症状就没事。张大夫说这个病要好好的调理，好好的控制情绪。我一直照着医生的话，认真的在对待自己的身体。嗯，再说现在无事一身轻嘛。真的没有骗我？你看你今天都抓了我的现行了，我骗你做什么嘛？行了，相信你。嗯，不抓你我抓谁啊？走了，张医生。是听话要乖乖的啊。之前一会儿咱们回家的路上买米黑豆了，徐姐说家里黑豆没有了。你黑豆太难吃了。难吃要吃，对你心脏有什么好处？这下放心了。嗯。听科研说，你连觉都睡不好了。没那么夸张，就是老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没事没事，以后啊，疾风堂的钥匙我给你配一套，你什么时候想看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方便得很啊。嗯。俊俊不是说一起吗？还没来啊？是啊，我刚才已经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了，是不是正在开车呀？没事，不着急。你们两个突然说要请我吃饭，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吗？嗯，我们两个领证了。真好，祝你们俩幸福。行，今天这顿我来请。嗯，本来我们俩是想一起跟你说的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没事，你就别催他了，说不定被什么重要的事情耽搁了呢，一会儿就来了。咱们先点菜。嗯，你看想吃什么？嗯，可以来个只虾，你最喜欢吃虾了。
说好的一起吃饭的。行了，咱们三个改天再聚呗，下次让他请我吃好吃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打不开了呀？不亮了。之前不还好好的呢吗？我也想把我这个画的过程拍下来呢。这样，我今天拿回去看一下。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俊俊该担心你了，你们这俩人一整天牵肠挂肚的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行。你也别太晚，早点休息。路上小心点啊。好。换新的吧。小格子，我今天实在不是没走开，我们改天再约姐一起吃饭。超俊，你有事情瞒着我吗？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这个视频你给他看了没有？我最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我想问问你到底怎么了，你在想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但是我没问出口，因为我害怕如果我问了就没有退路。格子，只要我做完这件事儿，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不许你伤害陈小满。我知道陈小满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可以把视频给他看。我不想你为难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东西不在陈小满那儿。那在哪儿？解封套。